plus la plaque aussi comme ça.现在他们正在煮面，面条要过一下。你说面条要过，面条要和一下。你说牛肉是预备一下。现在我正在烤肉。现在我正在烤肉。你说面条我要和一下。面条我要和一下。把肉放平。要把肉放平，这样每个都会烤得很好。因为如果你放一个在上面，它不会有那么多热气，因为有一个在挡住它。对，这里有洋葱，这里。我们再看看那个，对，说，现在要和一下面条。现在要和。现在要和一下面条。要和一下面条。要不然它就粘在一起。这里。它都粘在一起。小心，绿帽有眼。差不多了，你这边不干了已经？怎么样？今天可是没 Q 完不吧？没 Q。那大概是要被扣了，是吗？不听了，真不够浓的。这样，那个把你嘴不洗白就。你扔。现在把，现在把鸡蛋和蛋黄分开。现在。等会，预备，开始。现在要把鸡蛋的蛋黄和白分开。这里是。这里是黄。要放四个鸡蛋，一个人一个。我们家有四个人，所以要放四个。把那个橙子盛出来，对，好棒呀，真棒。爸爸，肉好了。哇！这里不要放小的。鸡蛋皮皮，鸡蛋皮皮，扔到垃圾里吧。要把这个扔到垃圾里。这里，洗洗手。洗洗手。这个哪一个是小手？这样是这个。
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吗？是这样，油不好吃的油都肥的，都会把流到下面。好吃的，你知道为什么要那样？你知道为什么要那样吗？是因为肥肉，肥的油要流到下面，好吃的肉要流到上面。你需要一个锅盛那个水吗？就直接扔掉。杨溜溜好了吗？爸爸好了吧？宝贝儿好像在开花，真的，哦，God，他知道。嗯 ，We did some training and it comes out growing, it's so good。好了吧，去叫杨溜溜。溜，你那个什么？因为你在锅里头炒的时候，它真的有，真的，太漂亮了。对，我们把那个放到大的缸里，溜，好了，好。但是不点太多，我先试试先。八分。OK， 这我做还是溜做？你帮我，就像。tiens, tu tiens ça là-bas. Faire quoi? Il faut enlever l'eau. Mais c'est dur. Mais je vais le verser, toi tu vas tenir ça, ok? Tu vas le tenir comme ça, regarde. Non, tu vas le mettre dans un pot. Tu vas le mettre dans un pot. Non, prends la. Tiens. Tiens, viens. Allez, vas-y, tu dis Léo, qu'est-ce qu'on fait? Non, pas. J'écoute. Pousse, pousse.
不要了，这样面条留在上面。他拿不动。拿那个勺。要吧。肉拿起来，放到面条里。剩点肉没关系。剩点肉没关系。谁要吃？对了。Maman, elle veut en garder. Vas-y, bah, goûte avec le collier. Ok, après, qu'est-ce qu'on fait? Tiens, mets du poivre. Mets des œufs. Non, attends, il y a un roudjiao, vas-y, dis. Ici. Ah, un roudjiao.重来，再说一遍。等一下，等一下，好，预备开始。加胡椒。你再等一下，说，加胡椒。好。要把肉汤放进去，这样会好吃一点。鸡蛋。够了够了，那个妈妈会帮你吃掉。没弄，拿那个叉子和勺子一起，一只手拿叉，一只手拿勺。对。要把鸡蛋黄放进去，然后很快很快的滑。开始。你说。这样。这么闹。盛到盘子里，该把它盛盘子里了。照片，哎，别都吃啊！你这个大厨子怎么净偷吃啊？好，端过去。OK， 拿着点。你放在这里放吗？啊，对对对。来，vas-y，tiens，tu te sers un peu，tu te sers？嗯。等等等等一下。